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iss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青浦的周边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说青浦的房子已经很贵了，后来很多人都会退而求其次，就是会在青浦的四周围去看房子，因为它的房价目前以广告在打，都好像会比青浦至少便宜10万块。那至于真的买外围比较好吗？那Miss 把自己的想法跟接触到了、听到了，跟大家共同分享。首先，在青浦外围的确房价比较便宜，有可能大约就是5分钟，号称都会号，他们一般的广告术语都会号称5分钟或10分钟能够直接到青浦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它是到青浦的哪个地方？青浦就这么大，他说的5分钟跟10分钟绝对不是直接到桃园高铁站，应该就是只是到了青浦的边缘。青浦边缘也是青浦啊。但是我那时有接触了一些是在有一些朋友，甚至有一些人反馈他们是买在青浦的外围，其实车程都不算远，有5分钟的，有10分钟的。那其实你真正要开车，要骑摩托车到青浦的这些蛋黄区，其实时间都不止5分钟跟10分钟，因为你要扣掉等红绿灯，还有一些交通的一些情况，他们通常都会跟我说。他们很后悔买在外围，的确省了钱，但是整个生活上会变得很不方便。那我们先讲青浦的周围来看的话，其实青浦周围其实都很荒凉，除了大江那一带，大江百货附近，还有就是要往大竹的方向那边稍微有点聚落，就是那边。也不方便，但是至少以市周围来讲，它已经算是，有应该讲说是还方便一点，对，只能这样说。那像青浦，其他地方都是田地，后来不能说荒郊野外，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农业生活的，所以他们就说他们买在外围之后，他们经常。要吃东西，要买东西，要采购，很抱歉，都还要到青浦去。他们其实一开始我们买房子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在一开始都会觉得很近啊，5分钟、10分钟就到啦。但是等你买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你往往会为了这5分钟、10分钟，你会觉得很不方便，你会很讨厌。就像什么？就像现在目前居住的位置。就我们是在 S8 这边，你说你知道吗？像有时候我要走到华泰名品城，或是走到 IKEA，也很近啊，5分钟、10分钟走路，我都觉得远。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希望商场、希望购物中心或是想要吃的东西都在家里楼下，走路2分钟，走几步就到了。但事实上不可能。只能讲说，Max 也很懒，有时候觉得走一下，开个车，骑摩托车，5分钟、10分钟到青浦的 S9 站，或者是比如说 S8 的某个地方，我都懒得去。所以，真正住在外围，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，就是真的住了之后，你不管做任何事情，你都还要。往青浦跑，你就会觉得很不方便。尤其如果你买在外围，小孩子要念书，你要想，我每天光是送他，要到青浦里面，你这样子来回折腾，其实很累的。因为以前妹子的小朋友，幼稚园因为没有名额嘛，要抽签抽不到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到三重国小去念他的附属幼儿园。其实他去青浦也很近啊，如果你看。Google Map 的地图来讲，也才15分钟，15分钟就能到。
但是你知道吗？每天早上送他去，跟每天下午接小朋友回来，我们大人都觉得累，都觉得真的有点远。我们都很希望说，小朋友他是直接念，是在我们青浦这一个区域里面念书，该有多好，很近啊，你不用骑这么远啊，不用开车这么远啊。所以买在外围的人会不会后悔？我不能说每年都后悔，但是以 Max 来讲，我觉得都会不是那么开心。那还有一个要分享就是，我们青浦其实它的区域算大。你如果以辐射，我们以一个机捷的这个站的一个辐射点，其实你如果是走路5分钟、10分钟，甚至最长到15分钟，都算很好，都算很棒，就是至少不是走超级久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像 S9 站，它有，因为 S9 站它的地形会更广，S9 站它在整个区域的边缘部分有很多人，他们每天是要到台北去上班的，所以他经常要通勤，他们都会选择叫计程车，计程车也很快，如果这样从 S9 站，例如像在棒球场那边要到高铁站，其实也很近啊。但是他们觉得很累，这么短的距离也觉得很累，那更何况是住在外围的人，住在外围更累。这是 Max，这目前知道了，跟感受到了。其实人家说，买房子跟居住最重要就是便利性，地段位置很重要，但是的确，好地段都很贵。那如果真的口袋没有钱也没办法。不过真的如果可以，能够咬咬牙，那尽量是住在蛋黄区那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便利性是外围是给不了的。总之，外围好不好，大家要自己去判断。但是它的确可以便宜很多，可以便宜很多，对。但是目前整个青浦的规划来讲，它的外围就是青浦外围，他们所有的建案都会主打距离青浦5分钟、10分钟、15分钟的时间，那它就是要仰赖青浦的整个区域的配套。那你想吃东西、买东西、教育、看医生，这些都要花时间。那如果是外围，他们要去青浦还近，但是如果要到大园、到中壢，是不是更远？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外围到底好不好，见仁见智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儿。如果大家有想要 Miss 分享部分，Miss 就在这边，就是话多闲聊。你们有什么想问的，有什么想要知道的，那 Miss 就是以最真实的居住的感受啊，跟各位分享。拜拜。